那你要紧张到呢？头顶过好真少，伊嘛出变不精啊。我怪哦，嘿，我嘛食袂落啊。就这就好啊，这食食就好啊。今嘛食较少吼。你参加遮侪初摆，个味拢无去啊！你拄仔唔讲，我倒倒来，你家去啉，啉你家介意，我拢爱啉醋啊。拢迄味拢无去啊，也无迄个。我爱着醋。迄个啥物？贡丸味。爱着醋。你也参安尼吼，唔知人过来甲你问问，啊你再去倒。我变白块了。那个颜值拢无去啊！啊，一工干那化麻酒啊，你们去过来化麻酒没？无啦，你哦，你安尼一直开，因为去古人看，以前古人足贵啊。古人起价啊，我听因讲啊。你也去？嘿，我听人咧。云洞差不多，云洞我阿弟就在贵啊。云洞你若看完以后，两只大。够差，够分啦！香蕉较甜个，香蕉鱼啊，个姜茶，个红茶，姜茶啦。爱做会哦。好啊。伊个各大姜茶嘛，爱做会啊。你嘛安尼哦。有爱姜茶就好嘛。哇，今嘛生活较艰苦。那艰苦。对啊，靠啊！啊，一礼拜就靠一天去啊！我即卖看见个剩下六七百块，啊，好几百块去。啊，看会好，有好啦，有好啦，八卷，对吧？来，八九了啊，点了有好个八卷。哎，啊，这两个袂使。真啦。一面两人敬烧水。两敬烧水。啊啊，哪样？好好未啊？安尼一暝啦。你上班到啊，还是人讲安尼煮袂熟啊？哈哈哈哈哈哈！我讲，这么好食吗？不是啊，啊人食，用看卖啊，我下下再用用看卖啊。系啊。啊，无电，阮家人。安尼系啊。到店吹吹就好啊。安尼讲茶叶蛋对啊。我着直接，你唔讲，我讲人咧食茶叶蛋食对啊。系啊。或者伊个你安尼用用个，你当做食茶叶仔。伊系啊，刚刚一坐几间，食两粒，食迄两粒呢。对啊，反正就是拢去买遐，要食就去。啊，食会饱，佫会饱气咧。啊，佫较紧，啊，咱食假哩，对吧？原来食迄个营养佫饱气。咱遐佫会摕一张，摕一张，家己用，我手面嘛无同。就是遮个情况。喂，系啊，免得欠。啊，迄两粒就是假。恁兜的人哦，系啊，早起咱唔早起买啊，哈，早起买两，啊，落去买两，啊，早来遮看卖啊，是啊，我早都讲啊，啊无来遐，啊早先到看卖啊，临时你买，恁兜够有哪？我想讲，咱兜的这个青啊，下辈个青啊，我讲卖有咱兜的，咱兜要较青，伊若更富嘛就更款啦，来啊，想讲下辈个青。我边哪有？啊，你几点？我那个七点半。我想讲看，你看好，还是要创啥？你看现在热都热的，是不是？来遮较无太热啊。行，我坐来坐车来。啊，咱也无搞通知，也无讲啊。我临时来啊，无要来啊。本来就无好，都无要来啊，你。我要看目睭啊！我讲，你遐阳春面挂来着？阳春面，阳春面加贡丸挂来着？唔知买倒买，我唔知。喺路边摊，我来看，我只来只食较实在。较实在吼，啊，这贵啊！你叫很贵，免你遐挂来挂，知无？
啊。你讲贵啊，无贵啊，伊个土豆嚟啊，即咱家己也无法度安尼做啊。你讲就用面干的嘛，做掉。你还真能干，做来阿配就好。对吧？因为我自己家买便当来。哈哈。做来。你做我食的，这煮啊好啊，好多下味啊。快点嘛！你没骗人吗？快点嘛！阿伯，变了，吃完啦，你吃完啦。听到你没带欢喜噶？啊，我今麦在去。啊，无咧。系啊。我靠！伊讲卖楼，我伫咧厝诶啦，安尼啦。我讲我无，我讲我无，我无叫你来啊啦。手机无重要，嘿，无重要啦。啊，毋知咧厝诶变啥。你讲是颜色蛮好啊。等你变色，注意无啦。你著知，假的哦。什么下好伊？叫伊去摕啊。哦。啊，六点，讲偌济，你知无？一百。啊，送你就对啊。无讲计大点，妈叫你提啊，公司买回来叫你提啊。啊，你到底在买？我唔知。我已经拉了。啊无，咩话？咱讲已经买。讲拢人会开，会送你。伊若去到位，人拢会送你。送过去，哎呀，送者，伊讲迄人嘛，哎那些。讲迄游览车，咱买上。啊，游览车，伊即种会到龙船，有无哩？迄山溪岸一两个人尔，哪有无哩？对啊，迄人有送较济，结果送一条互你食，看卖安尼尔，好无？结果是歹，我一日送一条你食呢。啊，你管哪能话食？食袂到啊？这个面煮的还行，一个人哎，两百年啊，弄我的土鸡啊，伊都吃不落啊，伊都不会吃不落，你讲呢？伊都客气呀。明白。啊，无买大个土豆。嗯？你买冰去咯，外口人迄啥冻啊哩？唔知啊，毋是人寄，人公司边寄来寄去，有影吗？啊，无你无收，无收着人寄哩哦。无收着人寄。啊，两年麦糕糕。无啊，伊用皮拢同款，安尼真好食啊。哦，啊两年麦糕。啊嘛无讲，足细个种，啊真好食，看起来啊真好食。哦，甲迄个沙金蛋同款。那种那个自己练自己练的，俺不给弄贵的，做弄点来。哈哈哈！还得看弄点。现在这天热，可买呀？我这个很有钱。好。啊，你那个汤面是汤酒的，不对了，唔得靠酱哈。我们炸羊肉面。伫咧讲吼，伊去变烦恼啦，吼，所以你伊物件变烦恼，有得等啊。你拢买干豆食一个啦，一包。不，你去讲要叫米粉。哎呀，我是讲你都唔食，食米粉啊。哎呀，紧到食啦。你讲干去一块干，可以到食。我是要拜拜哦。啊，你的啊？你的啦。咩？你昨下昨晚问我，我食碗粿跟你碗的，我食碗公啊，变啦啦。哦，你买个调皮好无？我较错嘞，你个调啊你，这个还不便宜。
哦，你问我硬哦，啊，这这个硬。那能变较细点？
蛋白多点，蛋白，还没有在，有零度啊，对吧？要不然荷包蛋的蛋黄的了解啊。因为你到保险就坐啊，你有个菜啊，你哪会倒？那是铁会倒啊，啊，提了个菜才敢你会倒，要坐个坐。怎么怎么这个里面可可呵呵对啦那没几天用的直接来看看那个黑的话不给煮不给煮饭啊这个好味哎呦这酸汤没有一点这个碗那个大料啊，给太薄了，青菜较卡嘞。我讲不着几百，一百斤，几大呀？几大？卡台湾币啊。也饺菜三盘啦，伊要一盘呢，饺菜三个啦，连到店来啊，连到店三个啦，一碗一百块，嗯，一碗100斤啦吼，啊一碗饭啦，吼，三个饺菜啦，阿里好套餐啦，套餐偌济，嘛是百二块。我来买哪里个东西？啊，伊在你外食看卖啊？你准备看卖啊？我想备蛮好啊，小蛋蛋。啊，那卖啊啦，啊那凝固力食蛋好啊，小蛋蛋啊，凝固力食蛋好啊，食看卖，对看卖，臭味臭味就好啊，看到我坐。啊，你这个卡较久，可能有吃的款。无一定啦。有啊，你看，就安尼有啊。便当来吃，哈哈哈哈哈！哎呀，我快点去。
来这便当来这。安尼啊。哎，可能是姐姐因来，因台北车头来啊。哎呀，啊，昨买便当来这，啊，等下要登机啊，主要是安尼啊。较紧啊，我那个等下回，哈。了解，那个就到位。咱来去食迄个什么？樱桃豆奶无？伊两面青色就甲卡住，对无？啊，嘛是安尼啊，花花花无？袂歹食啦，歹食。好食。我这个就老贵。哦，那是真吼。还要用东西啊？加油的啊！加油，刚刚加水了没啊？所以讲，你后盖会再炸来只安尼问啊？你本家拢无咧买东西。我咧买东西，你该说前年买一个什么？我袂买什么？唔是啊，我就是直接到家来啊。就直接到家来。我讲你哪样啊？出去咧，咩去闹？我到咱别家，俺出去搁了车钱啊。伊拢直接搞最高位啊。三五线买去买物件。对，我都买金币买最买啊。咱家就无咧买车的啊，咱嘛无啊，咱有一只三轮车。你拢，我讲你敢那是上贵上贵，头壳拢无咧用，安那讲？你若身体拢袂使的时阵，车的嘛是爱食啊。有啊，有吃，那有吃。无你讲恁家拢无咧买，无你讲恁家拢无咧买出来，拢嘛吃。无你讲恁家拢无咧买出来，无买啊。身体若袂使，就嘛是爱买。啊，咱出来拢食粗的啊，已经食到足粗的啊，好无？出饭食便当，袂用粗的。无啦，我是讲三五钱嘛，也买一个两顿的钱啦，也无。啊，但人拢保证拢会当出，啊，若袂当出去外口食，就嘛是出来底爱食，好无？两唔才有营养。你拢敢那无咧上前面，你才来讲，前面人是安尼讲吗？有啊，哎，就是无买啊。所以讲一个人哦，无咧建议学啦。那有人喏，阮就无迄个建议，阮拢。我讲一个人，我无咧建议。你是因人，我讲较早啦，无啦，我讲较早咧建议班的时阵啦。加个粉啊！一个人，我什么不行，什么不行，我带你去。系啊！我讲你一问姐，你哪个可以不可以？啊，你跟伊粉就不好。啊，伊拢哦，什么不行？刚刚自家讲了，啊，那不行。系啊，加巴啦。你较少较袂欠球，啊，常常参加喊球的。我是咧，干嘛？我讲参加久就怕你欺负。哈哈。我是咧安尼。哎，那我就别参加无。讲多嘢啊！叫伊卖讲的卖讲的，迄是伊的代志啊，对唔？伊那哔哔哔伊的代志，我讲明讲安怎样，怎么样，这样是怎么样的？你又讲到干？哎呀，阿姨讲没事，我无你那样安尼，讲较大声，大家听哦。对不？啊你啊你啊，情歌你就变出来啊！下课时间，哎呀！阿姨来讲不是啊，他在讲话呢。他现在不是下课时间吗？我这样讲话不行吗？有这么大声吗？啊，那你跟我一个，快点哦，好。那你比较温柔，你讲话要小声，我要跟你学习哈。你很棒，真的。我怎么这么懂？我觉得爱跟你学，真的。那没别个人机会算的啊你。我下面个相。常常比你外好个啊，你出气的啊。我下面个相声面啊。啊！咱公司啊，咱去看那个中国电视嘞，出去的呢。你妈来背。嗯。伊讲诶，讲伊辛苦啦吼，嘛诶，讲到美容家啦。我讲你回复我真好食，回复真啊，真好食，我多食。我咧讲讲讲到美容家诶代志啊，我带袂下。有啊，我拄好看你面笑哦。我听你讲。伊讲伊搭袂下，我讲我搭袂下啊。伊讲诶，真多黏黏，黏黏迄寡菌啊。伊讲诶，人伊了嘛，弄迄个套子。我讲我弄做咖啡啊。啊，你讲做甚物事呢？讲伊买去卡两千几块。
来等于出去啊。我老公啊，可能今晚走，这就不用出来。无啦，啊，登记拢安尼搞上，唔是讲今晚这两礼拜登记的，登记。你个你登记，你个安尼。登记安尼。好啊。